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今天看到这画面就知道我们来继续玩钓大润啦。那么上期我也说过嘛，我们这个系列应该是快接近尾声了，今天我会一次过把它拍完啦，不管花多久就是把它拍完就对了。我现在是站在旧商店面前啦，刚才其实偷看了一下，确实是有关于在地下室囚牢那个人的信息哦，所以我们这里就来问问看吧。看到这只老猫，然后跟他交谈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多了一个选项，奇怪的犯人。好，我们就问这个吧。你指什么？因为举止怪异的囚犯，你不会是在说他吧？哦，他眼睛睁大了。这样啊，我历经千辛万苦把他关起来，你想把他放了？原来是你关起来的。那你之前在城堡里做的是什么工啊？等。既然你提到了他，那么放任不管也会造成不少麻烦。没错，也许交给你们这些英雄处理会更妥当。反正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最终都无关紧要啊！这是作者在吐槽吗？毕竟这是测试版哦，只有第一章。哦，原来这个才第一章，好长哦。或许一点点小混乱还挺有意思的，那么带上这个吧。钥匙碎片 A 被放入你的重要物品中，哦，拿到了 A。 如果你真有这么执着的话，找到另外两块碎片再去找谁修好它们。我额外给你个提示，去到那些星星不会发亮的地方吧。星星不会发亮的地方什么意思？不管怎样，如果你们成功了，到这里来和我说一声祝好运。如果你能把这个称为运气的话，不，这更像是个诅咒。开门的时候遇到什么麻烦吗？哈哈，好吧，不管你开不开得了，其实都跟我没关系。不过我给你个提示，去到那星星不会发亮的地方吧。会不会是在一个上次锁着的地方啊？应该还有一个 C 吧。星星不会发亮是指我身上的那个星星吗？没关系哦，我先回去之前解密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到这里了哦。然后上一次的次序好像是上到下是黑桃梅花红心方钻嘛，所以反过来就是方钻红心梅花黑桃。好，成功哦。这边有个宝箱，应该就是钥匙。对耶，这钥匙碎片 C， 然后放在关键物品。然后在这里其实我有点好奇哦，它指星星不会发亮闪烁着点点微光的碎片是这个吗？不能用耶。好吧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回去找工匠修复这个钥匙哦。诶，其实我也想看苏西被修会怎样。好，先让他修理东西。哈，看那钥匙沸腾的能量，务必让我修好它。啊哈，来感受我的技术吧。这钥匙有点小，钥匙碎片在修理后焕然一新了，钥匙碎片成为牢房钥匙。这把钥匙中传了一股极为可怕的力量，还请您理解，我虽然把它修好了，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用上，可是我要出发剧情一定要去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让它修理一下我们。苏西的样子是这样吗？主角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。好好，我们这里储存了就不怕死掉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去城堡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地牢找那个犯人哦。不晓得啦，会有什么事情？是储存了啦，不怕不怕。好吧，我们接下来把它放出来了，有点紧张啊，应该是一场硬战。我这边有储存点。好，嘿，钥匙来啦，钥匙来啦，只差一步就可以让美妙绝伦的狂欢获得自由啦。你还不会还想着置身事外吧？我可以先不使用嘛，你早就无法回头了，你别无选择啊。哎，怎么出现一个门？钥匙创造了一扇门哦，直接变成门吗？哇，原来不是开那张大的。好，进去哦，是小丑。哎，这是什么空间？嘿，来客人，来客人了，我们总算可以玩，痛快的玩。这还没完，陪你们玩完之后，我还可以跟所有人一起玩下去。所有人，那我们究竟要玩什么？哦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数字游戏而已，只是连倒吧，该只要你们 HP 通通掉到零就输了。不然你就想玩这种游戏，既然这样，我可要警告你。你在老虎头上爬毛。好，哈哈，两虎相斗，我可绝不会错过这等好戏。好了好了，让游戏开始吧。哦，后面这个是什么？诶，三 D 耶，旋转有点帅，能对它做什么？单足旋转，无常混乱，催眠使其疲惫。诶，我都不可以使用。诶，克里斯竟然什么都不能用吗？在商店卖掉。等等，为什么这边碎片是写在商店卖掉？我有什么可以用了吗？没有。诶，我只能打他吗？不会吧，肯定不能原谅啊。防御，只要发光碎片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混沌混沌，有本事就来抓我啊。哇哇，会瞬间移动。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个弹幕有点难闪，我觉得还是不要选这个纯 TP 了。能对他做什么？单足旋转，无常混乱，只能攻击他吗？我试试看好了，我试试看。克里斯旋转身体，小丑们又增加一丝丝疲惫，然后放松了自己。好，他防御下降了啊。我们来转圈圈游戏好不好？哦，原来是要转圈圈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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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难闪，这个难闪。哇，克里斯，克里斯，不要！
哇，好，再旋转，一起催眠。哇，我如果催眠的话，好，让他催眠。克里斯用诡异的目光凝视着对手，小丑们再一次攻击力变弱了，小丑们变得更疲倦了。这就是我对你们这些巨人一点心意。哇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哇哇，会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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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、哦，这个不可以想着存的。哇！旋转蛋糕，旋转蛋糕，可以防御，好，可以，来跟我一起玩恶魔飞刀吧！哇，哇，这个飞刀，哇、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怎么闪？这怎么闪？闻起来像一团混乱，惨喽！我是不是又要死了？我可是不死之身，哇！哇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很后悔啊！哇，啊，可恶！哇！这是要死亡的节奏啊！弹幕席卷着烈焰，哇，这是我，哇，这个镰刀，这个镰刀怎么闪呢？啊，可恶！啊，看来你已经到达了一个结局，我不接受。你还想再尝试一下吗？废话，那么未来掌握在你手中。我好难打哦，这个弹幕怎么闪啊？那个碎片塔是我卖掉，对不对？我卖给那个商人看看。算了，我打完了再卖哦。我在用钥匙，你把钥匙放在门前，哦，一样。钥匙创造一扇门啊，一样的剧情哦。希望我不会死太多次啊，这怎么玩呢？好，他这次直接攻击我们了。可以先查看他，查看一下，然后另外两个人就是防御就好。小丑们没有击败这个敌人策略，祝你好运。我操！哇哇，这个真的要小心。我觉得我不能一直躲在下面。What？ 奈尔斯倒了，好，我单独旋转，然后给他吃糖。奈尔斯旋转身体，好，防御力下降，治疗利艾尔斯。啊！去单独旋转，再吃一个黑暗糖果，惨了，下次攻击会更痛，所以不可以一直用同一招哎！哇哇哇，这个只能看高度哇，太会血，这也太贱了，太贱了，太贱了，这怎么玩啊？再单独旋转，一片寂静，队伍保持，哇，又要输了。我不管，我重开，我重开，我重开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不是这么会闪弹幕的人呐、啊。好，我会尽量一开始就先防御，就是累积 TP 嘛。就是真的不能再倒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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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。哇！直接催眠，直接催眠。好，下一次攻击变弱了。哇！这次要防御，然后主体吃黑暗糖果，第二次防御。好，再来，再催眠一次。好，变疲惫了。哇，这怎么玩啊？啊，这个飞刀好难挡。哇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去中间？哇，道具继续旋转蛋糕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怎么闪？这怎么闪？小五啊！就完全不能动啊吗？怎么闪？刚才叫什么闪啊？单独旋转。哎，旋转可以有机会加生命哎。哇，这个，你不是变弱了吗？啊啊！可恶，这怎么玩啊？我要打多少次啊？可是刚才应该是 OK 啊，只是我闪弹幕不太强，开始全员防御啊。这一次他是这个。啊，不行，一开始就中了啊，中两次啊，催眠，直接催眠，直接催眠防御，所以我要尽量一直催眠哦。哇塞，这怎么玩啊？好难啊！好，继续催眠啊。好，成功躲过了，这次用旋转蛋糕防御，防御。这个旋转木马到底要怎样对付啊？冲到，不行，不能再被冲到啊！克里斯倒了。好，35，又来了。哇，真的好快，好快！不行啊，我从来没有在弹幕中无杀，可恶，克里斯又倒了。I can do anything.不行，不能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变弱了，
之前让事都转来转去，可以很好。我是不是应该？不行不行，死了出息，完蛋！哇，好头痛啊！我现在没有群体治疗啦。我单独旋转好了，增加 HP。怎么？只是效果音？哦，好。哦啊，又倒了！啊，可恶，好难啊！我去买一点补给品好了啦。然后我现在增加一点点防御力了，我不知道能有多大影响哦。已经第几次了？我已经不想去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烦啊！为什么这么难打啊？这个？啊，又倒了。好啊，好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哇，又倒了啊！可恶，完美十哦，完美十分会补血。这个怎样的啊？又被打到啊！讨厌，这有人能打得赢吗？啊，怎么办呢？啊啊！可恶，第二次倒了，这个就是在边缘躲嘛。啊啊啊！可恶，第二次又倒了。好，我单独旋转，我现在单独旋转，然后给他复活薄荷好了。OK， 可以用了你啊。不对，你不能一直攻击第二次啊！啊，可恶，被打了两下，啊，超痛啊！好，现在重新来过啊。想要舒适，就是旋转木马。好，啊，哦，惨了，这怎么闪啊？不，要死了，要死啊！我大概死了多少次啊？恶魔飞刀，啊，不行，不能，不能！啊，亚尔斯倒了，啊，不行！啊，我这里直接旋转蛋糕复活他们两个，好的。好，旋转蛋糕，哇，旋转木马，啊，旋转木马到底预判定在哪里啊？单独旋转，啊，竟然是普利亚尔斯，可恶！哇，这个躲不掉啊！啊，两个人倒了，两个人倒了，不行，啊，惨了。啊，这怎么打啊？我绝望啊！我大概晕他多少次啊？我要晕他三次都很难欸。啊，他到底是要判定下哦？他判定下肚子啊？这个弹幕超翻，这个超翻！啊，苏西又倒下了，这个不可以吧？这我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又倒了，苏西又倒了。这个不能再吃。这个怎么躲完啊？怎么可能躲啊？啊！这怎么打啊？啊！才注意到刚才的那一小段都没录到，现在我差不多晕了他好几次吧，应该是进入下一阶段了。我这里我单独旋转，然后防御，然后治疗。哇！下一次会更痛。惨了惨了！哇！还是这个，哦，来了！哇哇哇！这个！啊！倒了，苏西倒了，利艾尔斯也倒了啊！错误，治疗，先把苏西扶起来。就是这个啊，这个怎样闪？这怎么闪？啊！可恶，又输了。好，可以，第一轮无损，好棒哦！可以储存吗？轻催眠，变弱了，变弱了。这个是躲哪个角落？是这个吗？是躲这个角落吗？好，应该是对哦。好，这个是躲角落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好，第二局也无伤，我可以储存吗？我好想储存啊，好恐怖啊！第三轮是射那个星星嘛，那个还暂时没有想到要怎么处理，因为这个星星真的没有办法。被打了两次，啊，痛！虽然讲是防御的时候被打到还好。是这个真的痛啊，在催眠这第三次了，一个飞刀就是躲旁边。
好，这边先吃汉堡。对，我现在全部换成汉堡了。我错角落了，好，终于可以了，催眠第四次了吧？又是这个，超讨厌啊！可恶啊！被冲了两次了，哇，三次，惨了！啊，我们已经没有东西了，躲单独旋转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真的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可恶，一片寂静。哇，恶魔镰刀。想办法揪起一二四了，怎么办啊？我是不是应该设个线啊？我感觉就好像要赢了，你懂吗？刚才一开始的表现超好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。啊，好，很好，这次只被打了一下，再催眠。你从来没这么开心过，我从来没这么绝望过啊，老板。无比幸福的美人，我不幸福啊，我给你搞得很不幸福啊。哇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样走不行，一定要上下下。混沌炸弹，以为你准备完毕是哪招？主要这里喽，我的小伙伴们拜拜喽。哇，这是混啊，混在一起啊，全部混在一起啊。哇塞，全部混在一起是哪招啊？算了，我这里单独旋转，然后我吃三明治，然后再治愈苏西好了。哦，苏西可以，可以，这次有治愈到。那你累得不轻，你就赶紧跟我滚去睡觉啊！哎，这次变慢嘞。哦，好，可以，这次有机会，可以再催眠。哦，终极混沌，哇，这全版。哦、不行，我该怎么没想到？哇，这个这样打，就这样。哇，这个闪得掉吗？不会全死吧？哦，剩下一点点了，难道可以原谅他了吗？还不行，你可以用安抚了吗？还不行。哇，威力增加。不行，这边要躲，不行，干！差一点点了，可恶！可恶！我好像就要赢了，这第几次了 ？HP 重新分配有屁用啊！这更惨啊！被坑了。再去单独旋转好了。哦，这个还哦不行，苏西，终极混沌，是大招。不会直接死了吧？你要赌吗？赌吧，绝对是催眠。啊，还没有疲惫。开始镰刀，这不能放简单一点吗？完蛋了，这个完蛋了！我可以挑战最后一次吗？我要想放弃了，这已经太迟了。好不好？我挑战最后一次，再不行我就结束今天的实况好了，因为我电脑的记忆体也不够用了，惨了，我又没有药了，拜托，十分 ，yes， 完美的十分，可我还没有爬起来，这个要怎样闪呢？
好，我不知道试了多久，总之我的记忆体全部满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拍下去了，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很遗憾的，我必须放弃，我不放弃也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崩溃啊，怎么办？感觉我这辈子打不赢，感觉差不多要死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我不知道啊，今天就是打这个网都打大概2小时到3小时吧，我都不想算多少次了，还有几次没有录到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，我是秋天枫叶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，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聊大论再见吧，大家拜拜。为什么这么难啊？这游戏不是很简单的吗？